邻居家的土豆熟了，今天果断挖两个回去做一半熟薯条。洗好的洋芋我们先给它切一半熟，切成薯条的样子啊。切好的薯条给它洗一半熟，把搞淀粉给它洗完，一定要淘成这样啊，这都没啥子淀粉了，完全是清水这样粉就得行了。水烧的要开不开的，我们给它撒一半熟盐。薯条下一半熟，这个千万莫煮久啊，最多一分钟必须捞起来。差不多差不多，赶快捞起来，这个煮胖了一定要融。洗干净，捞起来。晾干之后，前粉来一半熟。哎呀，超晕。油烧差不多，炸一半熟。继续给它炸，炸成金黄金黄的就差不多。要捞一半熟。新鲜出炉的薯条就做成功了，哇！才弄出来的又脆又香，巴适板，来吃一半熟。嗯，不错。流口水子。味道相当不错。关于这道菜，我做个技术总结：小伙伴们在屋头弄的时候，炸的时候一定要用大火炸，千万不要用小火，小火容易起坨坨的很。